小姐，你觉得林老师对我的印象是什么？第一印象吗？嗯。小白脸啊，靠关系上位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是啊。你有没有跟林老师好好的解释一下？那时候就一直没有机会解释嘛。那林老师为什么会对我有这种印象啊？不知道哎，可能也许 maybe 是误会 mistake 是你说的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很帅。